尤其去 KTV 那天，厕所里还躲着一个人。他是谁？那个人叫 Jason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？何月鸾那个小团伙，除了赵秘书、靳海洋，还有谁？我不知道。尤其去 KTV 那天，厕所里还躲着一个人。他是谁？我说了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何月兰的钱和房子都已经被冻结了，你现在的生活应该很难熬吧？但是这去的是私立医院，逛的是高级母婴产品店，看起来日子过得挺好的呀。是谁在照顾你啊？赵秘书，你们挺熟的吧？你不要胡说，你没有什么证据。我对你的事不感兴趣，我只想知道我要的答案。那个人叫 Jason， 他好像是老何的朋友，从国外回来的。我也就见过那一次。他的中文名叫什么？我不知道。那你还记得什么？细节也行。他应该挺有钱的。我记得他带着一块百达翡丽的表，值不少钱的。这个谁的朋友圈？这表可贵了。沈西学姐。是他吗？杰森要比他成熟一点，个子高高的。是他吗？对，就是他。是他吗？我知道操纵那只丁增股票的人是谁了。我知道了。